部落格上一张张和韩国旅客开心同框合照，甚至还帮忙做影片，看似和蔼贴心服务，但仔细看，清一色都是韩国年轻女游客，难道早有预谋？是预谋犯案吗？你有没有对他们下药？头低到不能再低，就怕曝光丢脸，几乎是被法警拖着走，被指控性侵韩女。车队同事惊讶，透露司机最近感情路不顺，疑似这样性情大变。他曾经离过婚，然后有一个女儿，应该有十几岁了。但是再婚的话，我是昨天看到报道，我才去询问他的家人。还原爆发性侵案件当天，受害韩国女生早就写信向车队指控。第二天醒来后，其中一位朋友说，有人在车上脱裤子，这个说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所以去超商买了一样的乳酸饮料，但喝起来很不一样。我们认为有人在里头下毒或下药。嗯，感觉上是比较辛苦一点。那所以说，我听说这一部无障碍的计程车是他爸爸妈妈帮忙他贷款买的。脸书上贴满铂金以及劝世文章，刻意营造慈悲良好形象，他却用针筒注射安眠药剂，趁机性侵韩国旅客。载过百名韩国女乘客，他疑似非第一次犯案，担心有更多被害人，警方扩大追查。就以经营的这个非常好的形象，就严重的受到打击啊，对我们言语攻击啊，甚至在网络上也攻击啊。前面父母同事好心栽培给予机会，但司机却辜负期待，不但让车队背负骂名，也出现退订潮，也让台湾旅游蒙上一层阴影。解郭新阳、萧雨山台北采访报道。12月28日起，中天综合台黄金九点，让爱飞扬。